世上无奇不有，但这是传说中的大脚怪吗？最近哦，美国一直在下雪，那么网友就在新墨西哥州打猎时发现，哎，怎么雪地上出现了这一个一个大脚印，比人类的脚掌明显还要大，而且呢，每个脚步的间距呢是超过了 2.43 公尺，可以说隔得相当惊人哦。那么他们就随即想到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大脚怪留下的吗？不过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兔子全身压在地上的痕迹，仔细看还有两条小后腿跟尾巴，不晓得您看不看得出来。不过兔子是否真的能够一次跳超过两公尺呢，也引发网友的热议。还有寒流发威，天气冷叽叽哦，不过这名符其实就是叫冷到爆啦，有没有听到飘飘飘的声音哦？这是呢民众家中的地板瓷砖疑似热胀冷缩爆裂了，画面中先是看到地板的瓷砖隆起，然后不断传出啪啦啦啦的声响，然后时间整整19秒，接着突然就发生类似玻璃碎掉的巨大声响。这个影片一抛出呢，也调出了一大票的受害者说，哇，我们家里其实都发生过类似的灾情哦，也让原抛直呼自己并不孤单。而这一份菜单呢，让人看了真的要原地站着石化三分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菜单好奇怪哦，上头竟然是写着很硬断崖炸鸡腿便当。好，就在这里，很硬断崖的炸鸡腿便当还要卖110元，哇，这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踩雷耶，还是默默转身潇洒离开呢？而其他的便当也是各有特色啦，像是炸不熟鸡腿便当、黑噜噜炸排骨便当、卤不烂控肉便当、臭酸炸肉排便当，还有很咸的炸红糟肉便当。有人觉得老板好有创意哦，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，看了反而让人不想买，真的是见仁见智。